谁都不许过去。
别想，如果你不在名单上，死快！是的，你想。
这扇门上方有三个试炼，试炼，试炼些什么？灵巧，向前走就要接受考验了。怎么可能？ 在见到肖恩之前，我还要经历多少次试炼？接下来还有两个挑战：灵巧和耐力。但你恐怕敢拿起你的武器，如你所。 一样厉害。
中铁发现了目标，所有人可就各位。你来这里真是太蠢了！把那个放下。 Thank you.
欢迎先生，景凤在等你。绝对逃不出这栋楼。守护者，这是一个虚伪的社团，把本属于人民的东西据为己有。啊！每一种罪行都有它的惩罚，每一种惩罚都有它的武功。你真让我失望。
欢迎来到养生堂。您好，需要帮忙吗，先生？话说得好，阴晴自变。怎么可能？为寻求正道，
你之死，断绝于此。这即是武德。Yeah.